所以那个等一下有代班的干部要特别注意到那个所有弟兄的安全，了解吗？做任何事情不要急，不要赶，一步一步把它做好。然后那个代班干部要负责把部队收拢、带齐，然后统一到这边报到做离散的动作，了解吗？OK， 谢谢大家，辛苦了，对不对？就拜托你们辛苦了哈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兄长。四枪不够，北钢最强。对了，我们现在都还在勤币，还没有带过。然后你们上升的弟兄，我们上升的那个联盟，你们上去，是是是，哎，大哥，好好好，按照用我给你泼辣，但是也比较困难了哇。在哪泼辣？要泼的都要泼辣都。泼辣要给他拿走啊！拿走你就给我们打电话。